世界不可能什么都是你的，有得到就会有失去。你说这个酒家女的命案吗？不是酒家女，是日式酒店的妈妈。你居然勾引我的男人，你个鬼！连家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我一定会支持你的。苏静，来吃饭啊。我女儿，你们会比我了解她吗？你如果不给我钱，我看你还要不要做人。马天华，伤害强盗掳人，毒品交易前科，道上的人都叫他 Hinoki。 你的货都从哪里来的？像有个人找我，很厉害。毒品消失没多久，他们店里就死了人，你们不觉得当中有什么关联吗？你别礼物，现在店里不是你说了算。两位妈妈有话好好。我的是季妈妈的事。为什么要说话？除非你们怀疑我是凶手。我相信素，他不会跟一个杀人凶手当这么久的朋友。之后我会用更高更好的规格来办你的丧礼。我想要对真正的凶手说，我不知道你杀人的原因，你以为把他丢给我，警察就抓不到你了吗？但这条人命，你注定要扛一辈子的。别杀了我，这样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他利用的。你怀疑我是凶手？我们最后的关系就是朋友，他喜欢过我。你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人是我杀的，你们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证件是我偷的吧？输了。你怪谁？你应该就是 Rose 妈妈吧？漂亮，我喜欢。